王力宏在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正式宣告复出，他在台上表示，人生总是有摔倒的时候。因为人生中总是有摔倒的时候，有时候摔得轻，有时候摔得重。在过去的一年，对许多人来说应该不容易吧。像我去年，那如果生命可以改变的幸或不幸，我都虚心接受。